过年过年进前，市场的消费是相当的闹热，市场有位提上我来到安南区的果菜市场，听出到市场方面的供销干部，也了解到这年节这鱼肉恢复收割的供应状况。市场单位表示讲，应景的龙鱼脱产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，价钱有淡薄仔起，但是搁伫只收的范围内底。为了确保着充分供应着民众，年节需求甲价钱稳定，市场嘛请着市场单位加强规划供销调配措施，予民众安心。才干和过年啊，快过年了啊，所以说啊，咱的啊，水果啦、蔬菜啦、肉品、肉类种种的供应吼，啊来甲啊市场来关心一下。啊，基本上今年看起来大概是花卉吼、花诶，这个介绍起了较侪。啊，另外一寡水产品呢啊，包括有因为雨量落雨的问题吼、啊，所以这个水产品吼啊，尤其养殖出来差不多起淡薄啊，吼啊，但一般蔬菜来讲拢持平，啊肉类吼、猪肉吼、鸡肉这嘛拢差不多持平，所以应该是大家当过一个较好的年。以上个市场主要是听出着干部之外，嘛到大头区来了解着花卉收购甲各种鸡、鱼、肉等等个农产供销状况。农个局是表示讲，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各类个农产品的供应充足，农个局会持续掌握着批发市场个行情变动，加强辅导进货调配，维持着交易秩序，同时嘛会动着消保官进行市场个物价稽查，让民众安心采购好过年。南天新闻台下台南采访报道。